下面一集是说得好，为行中作恶者呢，助于人，人都知道；暗中作恶的呢，鬼神知道。啊，这就是助于人鬼。啊，前面我们读过，一切众生皆有居生神。啊，你只一投胎出世，这两个神就跟着你，跟你一辈子。啊，一个叫同名，一个叫同生。这两个神专门记载你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啊，你的善他记，你的不善他也记啊，记来干什么呢？记来啊，他报告给阎罗王啊，阎罗王里面的档案就是他在记录的啊。那么这两个神，古来祖师有不同的说法啊。有的祖师认为，这两个神是阿赖耶识变现出来的，讲得通啊。这前面我们刚读。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是为识所变。啊，识就是阿赖耶。啊，所以说这两个神是阿赖耶变的，能讲得通，不相违背。啊，阿赖耶的本身就有这种功能，我们起心动念不会忘记。啊，这是叫种子识有种子识遇到缘决定现行，叫报应现行啊。所以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就不能够起恶念啊！起恶念很可怕啊！恶念都很可怕，由恶念引起邪恶的行为就更可怕。由恶念没有恶行，不至于多恶道啊！恶念引起恶的行为，三途果报就去了这个太可怕了。如是妄心杀盗之物，只为归结妻子啊，这是前面念过的啊。这一段讲如是之物，就是妄心杀盗淫妄之物。人鬼都知道，
啊，尤其现在资讯发达，啊，媒体的报道，都能看得见的。啊，闲中作恶，大家看到了，人看到了，暗中作恶，人虽然没有看到，鬼神看到了。啊，特别是同生同名这两位天神，跟随着你，没错，一分一秒都没离开。下面有会书曰：人为人间，惯例刑法，这是你造作的罪业，你会受到法律的处分的。啊，鬼为鬼神。明观照见，啊，有冥界，有地位的，有福德的，称之为神。啊，神明有际也，诸天一际也。啊，鬼神。对你的善恶，他有记录；天神也有记录。所以，造恶之人岂能幸免？佛经祖师所说的这些话。我们相不相信？如果真正相信因果报应，我们就知道今天地球的灾难起来有自啊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啊，原因是什么？不善业之感召，为什么？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没听说有灾难，极乐世界没听说有灾难，啊，水灾、旱灾、地震没听说过。这什么原因？不能不知道。佛在《楞严经》里面告诉我们，众生的贪心，感应外面就是水灾啊，啊，海水上升，江河泛滥，啊，海啸，这最可怕的。啊，是贪婪的感应。
啊，成恨感应的是火灾，火山爆发。地球温度上升，嗔恚所感，啊，人真的把这个杀盗淫妄全都干了，心里头充满的是贪嗔痴慢疑。啊，情绪是怨恨恼怒烦，造作是杀盗淫妄酒，这还得了吗？这个世界上什么灾难就发生了？啊，灾难能不能化解呢？答案是肯定的，只要我们今天把贪心放下，不贪了，不嗔恨了，不愚痴了，不傲慢，不怀疑了，灾难就能化解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